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 Rob， 在2018年5月29号，新主人在18点43分所拍摄是我的3254基本频道信号，加一的是鹦鹉百型全车，准备是，实践新主人在哪？等下就会实地新主人在哪？谢谢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我的3254基本频道信号加一的为鹦鹉百型区间车。来，这位是新主人站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新左营道嘉义区间中途各站。准备驶离下一站南子。1572-554-8024全车已经驶离，新左营站就先这样，拜拜。